你这些东西我看了，说实话，实在不值你给的这个价格呀。那你说，愿意花多少钱？不是说多少钱的事儿，就说你这些破烂玩意儿，我拿回去也没什么用啊。没什么用，你还来看，爽快点儿，报个价吧。这个数最多了。这么少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卖了。哎呀，申公子，你也不看看这些什么玩意儿啊？我不买啊，根本就没人愿意买呀。申公子，不是我说，你们沈家好好的，也没出啥事儿，这么点小钱都拿不出来，你爸呢？别提我爸这件事儿，跟他没关系。那你们沈家和王家、封家、叶家，不是世代之交吗？况且你们四个公子，也都是称兄道弟的真朋友，这么点小忙都不愿意帮吗？就是因为他们帮我太多了，我不想麻烦他们，所以啊，才想卖掉我这些收藏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你先走吧，我自己啊，再想想办法。好吧，沈公子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回来回来，今天卖东西的这件事啊，不准跟别人说，听见没？好好，好的好的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先走了。